来到桥顶打信号枪，赶紧趴下，有点慌。对面有人舔空投，这局赌球不用愁。嗯，这个时候咱们慢慢的往前雇佣一下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小子应该在那个假车后面。哎，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人，咱们直接给他来了一局。嗯，这咋没打着呢？那咱们现在就不能开枪了啊，继续往前雇佣，找机会把他给打掉。我发现你了，打你。漂亮，一波扫射直接击倒一个。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要着急了，他好像掉桥底下去了。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现他队友了，在那个车里待着呢，咱们直接给他来一狙，看我侠几把狙法牛皮666。这个时候咱们往前压，找机会把他给补掉，他在车里他爬不出来了，他队友只能进去救他。所以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一颗帅暴林将会结果掉他们两个人，直接丢过去，你没了，你俩没了。哎呀，又走了，打他，你有的还挺调动，大炮可以打你两枪。就这个时候吧，我也想说一句，你当干啥不好，非得赌球，赌也赌不明白。哎呀，我空投下来了，赶紧去舔一口，舔一口 AWMO。 哎，我怎么发现那个光明顶上有人呀？这个时候不要着急，拿出他们的八倍镜呀，好几个呢，你瞅啥？哎呀妈，来犊子，好疼啊，赶紧跑赶紧跑。哎呀，我空投还没舔呢，我得舔空投啊，别打我别打我，我空投不要了还不行吗？